下面啊，真的太卷了啊！前两天花19.9买五金的哥哥姐姐啊，主播跟您说声对不起了，因为厂家现在自己卷自己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，还不够，另外老弟这边呢，再给哥哥姐姐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领券去下单，直接16.9，倒数是整整5斤红薯粉条。咱家这款朝阳六家子的红薯粉条呢，是有宽粉，是有细粉啊，两个规格可以供大家选择。咱喜欢吃宽粉啊，咱就去拍宽粉；咱如果喜欢吃这种细粉啊，咱就可以拍细粉，并且呢，咱家这款红薯粉条是一款无添加的红薯粉条啊，它不含明胶，不含食用胶，不含木薯粉啊，是纯纯手工自然晾晒的一款红薯粉。像咱们平常炖个小鸡儿了，炖个豆腐了啊，炖个肉了，吃火锅的时候啊，放上一点，怎么搭配啊，都是特别好吃。或者说咱炒个酸菜粉了，炒个芹菜粉了啊，都是嘎嘎下饭。它吃起来的口感呢，就是 QQ 弹弹，软软糯糯啊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个口感。咱家这款红薯粉呢，就是微微泛黄的一个颜色啊。好的红薯粉呢，都是这种微微泛黄的啊，不是那种白不拉几的，品质呢绝对嘎嘎好。下面啊，咱家这款红薯粉呢是朝阳六家子的啊，现在呢厂家都已经卷到了17.9，给咱发5斤啊。另外老弟这边还能给大家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领券去下单，直接16.9，倒数是整整5斤啊。宽粉细粉可以选择，厂家控价之后啊，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啊，咱赶紧去搂单啊，库存不多，咱早拍早发货。